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。 四、负责任的投资。社会、环境和公司治理这三个领域与负责任投资 RI 的概念密切相关。RI 最初是一个利基投资领域，服务于那些希望投资但希望在道德定义的范围内这样做的人的需求。近年来，它已成为投资市场的更大比例。到2020年6月，流入美国可持续基金的资金达到209亿美元，几乎与2019年的214亿美元持平。到2020年底，流入美国可持续基金的资金超过510亿美元。在全球范围内，截至2020年底，可持续基金持有 1.65 兆美元的资产。投资策略：一、正选；二、行动主义；三、参与度；四、咨询角色；五、排除；六、整合。一、正选：投资者主动选择投资的公司，这可以通过遵循一套明确的 ESG 标准或通过一流的方法来完成。其中选择一部分符合 ESG 的高绩效公司纳入投资组合。二、行动主义：股东为支持特定问题或改变公司治理而进行的战略性投票。三、参与度：投资基金监控所有投资组合公司的 ESG 表现，并领导与每家公司进行建设性的股东参与对话，以确保取得进展。四、咨询角色：较大的机构投资者和股东往往能够参与所谓的静默外交，与高层管理人员定期会面，以交换信息并充当风险和战略或治理问题的早期预警系统。五、排除：根据 ESG 特定标准，将某些行业或公司从投资考虑中剔除。六、整合：将 ESG 风险和机遇纳入传统的股权价值财务分析。